因为上期水母汉堡那个视频做得不是很成功，还蛮失败的，我痛定思痛，我决定这次一定要重掌雄风，好像哪里怪怪的，没关系，反正我这次一定要吃一份真正的蟹黄堡，出发。 哎呦，耳机忘记拿了。您好，能问你个问题吗？好，谢谢。 今天呢，带你们去一家福州网红美式汉堡店，去吃他们家的特色蟹黄堡。这家有点绿，看着像咖啡店的店，就是我们要吃的汉堡店啦。走进店内，哇哦，哇哦，哇哦！好吧，就是普通的美式工业风啦，店里也没什么了。啊！我突然想起来，家里的牙膏好像忘记盖盖子了。 我要回家去盖盖子了，拜拜。水视频炸熊风，真正的蟹黄堡。水视频炸熊风，真正的蟹黄堡。好，我和我的花呗拼了。怕你们看不饱，除了蟹黄堡，我还点了美式炸薯角，美式炸鸡，一共116元。哈哈，我的钱。这个呢是他们家的招牌美式炸鸡，外形和普通的快餐店的炸鸡感觉差不多。 不过更精致一些，表面上除了撒了些胡椒粉以外，还加了一小撮的迷迭香，让人非常的有食欲。一口咬下去，外皮酥脆，鸡肉鲜嫩。唯一的缺点就是太烫了。这道美式炸薯条就是长胖的薯条加了很多盐巴。 然后配上番茄酱，我觉得这道菜应该叫美式炸盐巴啊！我要齁死了！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对肯德基的薯条说：麦当劳薯条天下第一。这个蟹黄堡上下两层的面包非常饱满，中间的牛肉呢也很饱满，上面铺的一层蟹黄呢也很饱满。那蟹油呢？ 总之呢，这个蟹黄堡看着是非常诱人的，吃着呢，在狮群里处处充满着竞争，尤其是在我们这个超级狮群里，对食物的需求量更大。年轻的狮子相互竞争。 抢夺食物，他们的胃口随着年纪的增长，也慢慢增大。一只成年的斑马可以提供将近160公斤的食物，这对于一个普通的狮子家族而言是一道大餐。吃这个蟹黄堡第一口就感觉好像一个油腻的中年大叔在你的嘴巴里跳街舞一样，蟹黄的油分太多了，而且还带着股腥味。如果这个汉堡里只有牛肉饼，那应该会是好吃的。SKR。 珍惜每一粒粮食，文明才会更加的实至名归。现在呢，我已经从汉堡店出来了，在这边严正声明一下，就是本期视频我绝对没有水视频，绝对没有。本期视频没有出现任何有关于水的物品。我在吃汉堡的时候连可乐都没有点，谁再敢说我水视频，我就算做鬼。 你好，能问你个问题吗？你喜欢吃汉堡吗？好，谢谢，问完了。I love hentai, I need hentai in my life. All day, I love hentai, I need hentai in my life. I love hentai.